是刚刚列车长的112年呢，9月22号，台东站北11点06分，所拍摄是4516次哦。欢迎把车从花东线看到台东的单组一五百型四辆面组，沿550圈车，在我们的台东站应该快到。还蛮开心的，对吧？搭阿成这一趟华东区间车之旅，对吧？然后再来 C74刚好交汇 ，C74资本八车前往华东永和树林的泰鲁格这样了。拜拜，再见喽！我的 C74，哦，好险过了台东三里隧道的南边的，台东的站北的。教会的做教会，哦，看到我们的记录段了，哦，12号库，R1 2 7蓝R的，哦，这边还有三台R123 R125台东站快到了，哎呀，差点来不及，哇，好感动，百当站第一杯稿啊，还有我们的光华号，我最喜欢的光华号，对啊，这边还放了一节光华号，大家多拍一些了。都是一些光华号，有可能被报废出局的光华号。Have a nice day。拜登。哦，原来这边是他们的机务库。台东机务短。再给。三雄店。太懂，安祖辉 ，Hello， 万事如意，再见。希望停在第二月台耶，可以。那停第二月台我就蛮感动。这边是还有新左营新庄雅的916区间快哦。3018次，台东发车就南回线，还有新左营的区间快车。11点10分，9月25号。Thank you。终于到达我们的终点站，台东站三里，上面是三里到台东芦屯街，下面是三里隧道南边台东。4516次的用五领圈的，在台东站终点站台东站停靠了，从花莲开到台东来。11点10分，9月25号。不管下面干嘛，咱们都做电影大剧完片，就这样喽。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。这还蛮感动的，对啊，毕竟终于又好台东，就是为了1500。我其实也没想到会今天会有1500回送，对啊。我好23号得知的时候，我就大概知道哦，有后台子还在，哦，所以跟着回送，对吧、啊？只是他要转南回到潮州基地，所以再看看吧。不管你喜欢片干嘛，咱们多多电影大剧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了，先拿麻烦。11点11分喽，关闭车门。两个再见，麻烦。11点11分，9月25号，在台东站停靠4516B次。
用户林权的改革电话。